在这平凡的一天，人世总是多灾多难。此时，很多民众已经躲到了第七避难所。在紧急事态发生的时候，人们都会转移到紧急避难所。避难所的防御系统可以在重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抵御所有的攻击。此时，避难所已经有了很多人，很显然已经有怪人开始袭击了。避难所的防御系统已经全面启动，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来到了这里。随着许多大楼轰然倒塌，一个巨大无比、仿佛长得像是蝉一样的怪物就这样出现了。怪人17万年的蝉幼虫。此时数名英雄已经就位，正在对敌，但是这些英雄是 C 级的英雄，对付这个怪人相当的吃力，英雄非常的慌张，这个家伙的皮太厚了，根本就不起作用，破坏力也相当的强大，根本就靠近不了。英雄一把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，但是并没有出现千军万马，而是出现了一个相当有潜力的新人。只见这个新人穿着铠甲，拿着刀，眼神犀利，手扶腰，脸上有疤，头上有角，问他名字，他转头就跑。这个怪人相当的强大，即便有一个相当有潜力的新人来支援，三位英雄也都被打败了。两位 C 级分别是 C 级140位红领巾斗士， C 级299位学生，以及 B 级64位黑暗炎龙刀使者。被打败的这些英雄来到了第七避难所，但是英雄来到避难所，民众并不待见，民众大叫着，你们不去打败怪人来避难所干什么？你们要是把那个怪人引过来怎么办？你们这样也能自称英雄吗？谁来救救我？怪人马上就要来了，混蛋，把我捐给英雄协会的钱还我。英雄们脸色沉重，还是算了吧，那种怪人是不可能打败的，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等死吧。我们的确没有打败怪人，但是也因为我们拖延的时间，没能及时来到避难所的群众也来到了这里，这已经是我们 C 级英雄的极限了。在这三位英雄的背后有很多人进来了，这些人非常的感谢英雄，多亏了这些英雄我们才能来到避难所，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难找。 B 级英雄黑暗炎龙刀使者想着，外面的人都能进来真是太好了。奇遇也莫名其妙地跟着这些英雄来到了避难所，奇遇的目的是打怪人，本来以为跟着这些英雄能找到怪人，但是没想到却来到了避难所，这一下子有些难办了。得知这里是避难所的时候，奇遇二话不说就想要出去。对不起，让一下，我现在要出去。当周围的民众听到奇遇要出去，全部拉住了奇遇，不要冲动啊年轻人，现在可不能出去，大家快来拉住这个年轻人，他的脑子可能不太好。虽说现在的奇遇是有头发的奇遇，但是这些普通人怎么拉住奇遇的呢？民众大叫着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外面的怪人可是十分的危险，你的心情非常的不安大家都能理解，但是现在绝对不能出去。奇遇说着，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要出去外面，我要去干掉外面的怪人，因为周围的声音太嘈杂了，根本没有人听到奇遇说的话。一个中年男子抓住了奇遇的头发，你能不能不要闹了，老实待着，马上就会有英雄来打败那个怪物，你再忍耐一下。奇遇非常的不爽，本来我的头发就很少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抓我的头发。此时避难所的一位内部人员出来讲解，很显然是一位女性，水蛇小妖，迷人小眼，妙曼身材缓缓出现，凹凸有致，风韵翩翩，若娶为妻能笑三年。这位女子说着，请您放心，这个避难所的防御系统只要一启动，出口就会自动关闭，所以想要从这里出去是不可能的，而入口也是安装了生物监控的装置，只有人类才能通过生物监测的系统，怪人是绝对不能通过的，所以还是请大家安心的待在这里，这里是绝对安全的。奇遇还是不依不饶，真的出不去了吗？难道没有什么后门通融一下吗？奇遇想着，我总不能在出口打个洞吧，我现在好想上厕所，中午喝茶真是喝得太多了。美女拿起了扩音器，还请各位市民放心，这所避难所是英雄协会花重金打造的，保护人类的超级堡垒，避难所的外墙经过特殊处理，可以承受超高的温度，还可以吸收任何类型的攻击，无论是导弹还是坦克都无法摧毁，还请大家放心，天花板上的液态气体是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喷雾，现在播放的古典音乐也能让大家放松心情，真是一点遗漏都没有，真是完美的第七避难所。奇遇这个时候非常的想要上厕所，已经憋不住了，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厕所，找到了这位美女负责人，请问一下厕所在哪边？美女负责人表示这里并没有厕所。奇遇非常的无语，就这样又过去了一个小时，此时的奇遇已经完全憋不住了，如果没有英雄打败怪人就出不去，现在不知道外面到底什么情况，我的膀胱已经受不了了，我最多还能坚持15分钟吧。这个时候英雄协会发布了消息，两名前去支援的 A 级英雄被打败了，这名怪人的灾害等级重新定级为鬼级，新的英雄马上就会赶到现场。就这样又过去了3个小时，依旧没有传来怪人被打败的消息，奇遇的膀胱已经快要炸了，根本就忍不了了，奇遇站了起来，这次奇遇直接朝着墙壁的方向走了过去，因为这一次奇遇是朝着墙壁的方向走的，群众虽然有些疑惑，但是也没有人站出来阻止奇遇。奇遇来到了墙边，你以为奇遇是要上厕所？不对，奇遇摸了摸墙壁，出口的造价应该很贵吧，
这个应该会便宜点吧。齐宇一拳直接打碎了墙壁，另一只手捂住自己的裆部，我已经憋不住了。齐宇直接从避难所跳了出去，留下一群在避难所的人们非常的慌张，怎么回事？墙壁怎么破了？刚刚那个疯子跳出去了，快燃人，怪人要进来了，这不是最安全的避难所吗？管理员呢？管理员在哪里？一时间避难所已经乱作一团，齐宇疯狂地跑着，头发也掉落了不少，头上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一块已经秃了。找到一个便利店以后，齐宇就打算去上厕所，突然那位鬼级怪人170000年的缠幼虫出现了。齐宇急着上厕所，一拳直接打烂了这个怪人。时间来到了今天，这位因为兴趣才做英雄的齐宇遇到了170000年的缠尘虫，看来当年那个缠幼虫并没有被齐宇一拳打死，成长成为了尘虫，太强了。又是一个夏天，齐宇看到了这个缠尘虫，想起了当年的事情，还有点怀念，直接上前去对付这个170000年缠尘虫了。这个怪人还是幼虫的时候就已经是鬼级，如今成长成尘虫，是不是已经达到了龙级呢？这个很显然还是一拳超人番外的故事。顺带一提，一拳超人重制版203话可能在这周四更新，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。我是一，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记得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得知一拳超人的最新消息。我们下期再见。